位同修，因为工作性呢，经常会去送礼，就是经常有人会送他那个礼物啊，然后他都拒绝了。那请问这些没有收的这些礼物，可以会转化成他的其他的福报吗？会的，嗯，可以用啊。哦，好的好的。为什么礼物不能用啊？明白了吗？人家一片心意，嗯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